各位好，我们现在开始来上课，大家请起立。今天大家请坐。各位同仁，大家早安，大家好。真欢喜今仔大家安尼遐辛苦吼，来上这个高级班。啊，站下有困了的，请举手，我看卖一下无。哦，到尾一半吼，哇，恁拢足好个，拢足好困的。我若过坡就困袂去，尤其即个去美国吼，我顶早起都已经时差，转来要调一个月，啊，所以我即个转来，赶紧要搁咧调。昨暝讲十一点困，讲点半，无到点半就醒啊，啊个，差不多四点外才去困去，啊所以今仔可能咧讲个叮当叮当，因为吼要搁咧讲啦吼，那么无简单啦吼，来恁来三进前都捌来三工初级班吼，啊今仔过来吼。咱这设备有较无像讲人个饭店安尼遐舒适啦吼，啊！但是咱有一个爱台湾的心，所以这个艰苦咱甲吞落吼，甲忍受起来，啊！大家做下来研究台湾的地位吼，啊！所以我甲咱秘书长过去所写的册、所演讲的，啊！我甲整理出来吼，啊！来互大家参考看卖吼。好啦，咱就是要把咱过去六十几年来国民党把咱教的这一挂本事，下伫咱头壳内底遮吼，咱利用这几工上课的时间，把这本事甲清出去。但是我要甲大家讲，就讲这六十八年国民党在咱头壳内底所造的本事，是敢那堆山呢遐大，本事山呢？要讲三工还是六工，就要甲清完，无可能。所以你等于一定爱阁继续看咱秘书长所写的册，吼，尤其像一本《新台湾论》吼，你等于咱台湾地位的一本圣经啦，吼。OK， 好，这是我大概要讲的目录哈，啊，咱一个一个来讲哈。那么，首先我得搁再自我介绍，我到底我出自伫屏东啦，哈。那么高屏地区的原住民平埔族的哈，我叫做马卡道族的原住民。啊，真侪人唔知有这个马卡道族这族，因为这族拄啊伫社中庭选到高雄市市长，吼啊为着要纪念阮这个族群，所以有伫这个纵贯铁路的东边一条路，甲设一条路叫做马卡道路来。纪念我的祖先哈。那么马卡道路，那要记我怎么跟恁讲一个记的方式？因为都在平交道边啊啦哈。啊，你啊记讲马英九卡在平交道，哈，啊火车来啊弄的就爆死的，无死完剩半条命哈。安尼你就该好记啊哈。啊，平埔族原来有十族的哈，啊像台南遐就西拉雅族哈。好啊，那嘉义地区吼，遐着凤雅族哈，好啊，这有专门人会介绍了哈。啊，其实我捌参加民进党哈，啊，过去我伫高中也是做兵的时，教官啦吼，也是辅导长，拢要招我入党，啊，我拢对这个国民党有足大的怀疑啊，所以我拢无加入。哦，所以一寡好康的我拢无轮到啦，因为国民党拢会，你若有加入伊的党吼，你堪免共国的，啊，伊就去照顾吼，会当官官相护。那么，比利岛十字架成立吼，哦，迄阵我嘛足爱看东外的册，迄阵了无民进党，哦，拢讲做东外吼。那么，民进党成立。是伫蒋介石一手掌控之下，伫台北个燕山饭店所成立的。啊，你个想，民进党哪有可能会去伫个圆山饭店？因为迄是国民党个招骨啦，迄宋美龄所起个饭店。
但是国民党蒋经国就是利用招因来啊开，因为伊要甲其他状态宾馆啊、国宾馆的要甲租，无人要租伊啦。吼、哦，国民党有下令了，拢袂使租因，要成立政党的所场所了，对吧？所以伊底下会当有线甲录音录影，所以拢伫蒋经国的掌控之下。蒋经国嘛派人潜伏伫内底，吼、哦、啊，那么但是我拢唔知影，所以民进党都成立，哦、我就中华裔，我去加入。但是一直到作业金甲支持，一直到徐明德甲柯信良做党主席，一个讲要大胆西进啊，吼、哦、啊，一个要喝喝一个咖啡，下迄、那个徐明德，迄阵咧讲金马撤军呐、啊，吼、哦。啊，要跟人、跟国民党这些人要啉好一口的吼、哦，这我有法度，我无法度认同，因呐。国民党当初来台湾，把咱台湾人的精英吼、哦，利用二八事件，把日本，咱的日本保国，用五十年所训练出来的精英差不多三万名，有计划的扑杀台独的，这对咱台湾人是足大的损失，吼、哦。啊，所以。我无多认同，所以我就开始民进党的活动，我就无参加。我无外久，我发现讲，阁有一个政党成立，这个政党水准足悬，拢是师资辈哈，都教师哈，啊，工程师、医师、律师，哦，法师，啊不，迄个那是啦哈。啊，就讲这个人。拢只有高水准的，民进党煞惊到，因为民众想讲，哦，啊，这拢只高水准的出来做这党，台湾人一定拢会甲支持。那么安尼，民进党会衰败，吼、哦，一直衰微。啊，所以伊就想办法，想一步，用人头党员去甲加入建国党。啊，迄阵我听了建国党要成立，吼、哦，我就做欢迎，我就安那。开一万块去做永久党员了呢。那么，也加入建国党，就是讲，我刚才看了那两字“建国”，哦，这都足下怀疑，因为我都往那独派，想要建国的。啊，一直到建国党有民进党渗透了，啊，你必重新改选，哦，把一挂干部拢改选，内底煞质变，建国党煞阵一直消亡去。到即马剩一个名尔，已经无咧运作啊！吼、哦，所以民进党为着私利，为着伊家己党的利益，无甲咱台湾人的前途、台湾这块土地主权的前途下在第一位，所以我也足失望。吼、哦，啊，我作变有魂无体啦，唔知要挖一堆啊，所以我就阵认真种我的树啊！吼、哦。我做园艺哈，所以一直到有一天，我要去甲阮爸爸摕迄个万千的这药啊哈，啊你看报纸看了，咱秘书长刊一个广告，谢谢安尼哦，啊讲伊咧选市长啊有伫电台什么频率咧演讲，哦咧推广伊这个论述的对吧？哦啊我迄个准哎听着，哦足下我意的。我本来对政治拢已经练去啊，啊，伊就拄迄礼拜拜六伫高雄市的武庙咧演讲，吼，我就紧走去听。啊，迄阵就发这个机啊，吼。但是迄阵我拄还袂看到这个机啊，我逐工会经过中正路、江湖路迄个路口，啊，就看有插足大机的机啊，吼，插伫五路一号。我本来个想讲啊，这一定是直销公司，美国总公司来台湾开分公司啦。我迄阵个认为安尼，一直个去听演讲咧分这个机啊，我个了解哦，原来就是咱秘书长和伊用的组织。迄暗听的演讲，好、哦，我机啊是一家吼，手要断去安尼，有够欢喜的，有够热的。为迄天，我对政治的热度阁升个。安尼烧三十九度，甲只还袂退烧，所以我对作案，因为
台湾的前途剩这条路呢？啊，我甲评断剩这条路，因为这条路是照国际法来哈，照会使讲照交通规则的，唔是啥咧乱舞的哈。OK， 啊，咱就来看台湾的主权的地位的现况哈，是安怎来哈？那么第一，咱了解，咱是1945年9月7日，因为麦克阿瑟伊发布。第一号命令，一般命令，命令蒋介石的部队代表民军受降来占领台湾。啊，再介绍话你注意哦，是蒋介石的部队，唔是中华民国哦，哈、哦。一些一般命令的第一号，伊下号比迄个苏联是讲，伫中国的东北，包括北韩，爱向苏联。远东军，哦，远东军的司令来导航。好、哦，啊那，你讲啊，那其他拢有用国家，都干来，蒋介石伊是命令伊来台湾，包括北越，哈、哦，北纬16度以北，北越嘛是向蒋介石的部队导航。迄阵那也不爱用中华民国，好、哦，迄阵就是讲美国早了，怎样讲，以后。国共一定会为着中华民国，吼，因为中华民国一定会国共内战呐，吼，啊，到底将来什么人赢也唔知啊，所以暂时用一个个人的名的名义，吼，来叫来代理民军来占领台湾，哈 ，OK。但1949年的年底，中华民国国共内战已失败，所以已大撤退，其实迄阵后军后民来。但迄阵来的大部分是有武装的难民啦，哈，因为就是炸不起来。过去你呐，像两伊伊拉克甲伊朗的两伊战争，所产生的难民遭遇隔壁国家拢袂使炸不起，哦，你呐到边防遐都用缴械啊。但是遮中华民国遮难民因炸不起来，咱无法度甲动对啦，哈。啊，这个是非法入侵。尽管这个伊的部队迄个来，这是合法的，但是1949年年底，这些武装的难民说是非法入来台湾。好，过来，2006年的10月20日，咱秘书长传228台湾人哈去告美国。那么伫一直到2008年的3月7日。美国华盛顿哈联邦地方法院判定咱台湾人哦本土的台湾人无国籍哈，啊，讲咱要可以会当上诉，因为这个拄啊是地方法院嘛哈，从改正啦。啊，咱本土台湾人的定义是讲，伫1945年9月7日迄个时间点，原日本国籍的台湾人，包括伊的后裔哈，因为这个时间点。蒋介石的部队还袂来，所以迄个时间住伫台湾，遮拢是咱本土台湾人的阿公阿嬷因。迄阵无掺杂中国人，吼、哦。当然，伊早期有差不多80几个人，迄是自作大就来遮咧做生意的，吼、哦。遐有伫台湾，但遐拢往哪干？列入，吼、哦，往哪算本土台湾人？那么到2009年的4月7日。咱上诉联邦高等法院，伊阁甲咱判决讲，台湾人无国籍普遍承认的政府，吼、哦，台湾人生活伫政治联姻当中，这个无国籍承认的政府，就是咧讲这个中华民国，吼、哦，因为伊已经伫1972年向踏出联合国，吼、哦，驱逐了，哈、哦。那么1979年，佮美国断交，啊，即马有邦交的，头个讲有23个国家，啊，即拢是中华民国外交部开钱去用买，吼、哦，即拢无遵守，即拢作秀的国家，拢个，啊，就南太平洋遐所罗门群岛啦，甚物图瓦卢啦，啊是中南美的甚物巴拉圭、乌拉圭、甚物马格圭迄款的啦，吼、哦。拢一关小国家啦，
迄有诶名都足歹读诶哈。好，啊，你讲伫生活在政治炼狱当中，即句话哈，个侪人听无？有诶人讲，我伫台湾，我也会当开车，也有厝，吼，啥物拢有，我过了足好诶。但是你若以外国人的标准来看，咱跟北韩差不多了。啊，对嘛，刚刚陈水扁所讲的，我管理较细间啦，吼，刚刚1.38平或者吼，啊，其他的台湾人拢管理较大间的啦，咱跟北韩差不多，吼，咱拢用政治的统治手腕来甲咱洗脑，吼，较早做是蒋经国啦，是。蒋介石拢咧造神运动嘛，吼，看即卖你看，金正日、金正恩人家共款，吼。OK， 到2009年的7月7日，联邦的最高法院阁受理咱的上诉，吼，伊这个案号是第9至33，哈。啊，这是来讲，这是咱本土台湾人伫第二次世界战后头一届向。美日太平洋战争的征服者，哦，咱算日本帝国去和美国打败哈。那么联邦最高法院依照国际法、战争法、甲古兵金山的和平条，以及美国的宪法，啊，咱提出这个告诉，这是头一届啦哈，会当告去到最高的法院哈。但是到8月7日，本案的被告就是美国政府。也代表国务院来宣布放弃抗辩权，啊，这个放弃抗辩权就是讲，依照美国法律，被告美国政府放弃抗辩权，表示咱原告，哦，对，咱本土台湾人，在对原告的美国政府所有的告诉的叙述，甲法律的见解，拢总正确，国务院完全确认，啊，这其实国务院伊这个律师嘛，知影讲。咱甲告的理由拢对，那佫继续告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后壁无通啊提呢？哦，一般地方法院会当佫提予高等法院，高等法院佫两提予最高法院，但是来到遮，就爱定生死啊！啊，美国政府呐还袂准备好要判讲，台湾还佫是美国的占领地，那么美国爱负起责任呢？因为被占领的所在。占领军爱保护这个所在的安全，吼，甲治安。那么阿强啊，若要来提台湾，美军爱出动啊。啊，到底美军有准备好未？向阳，咱迄阵甲过，伫2009年高等法院，你过的时吼，美国要过来准备，也未准备好，所以因的国务院也提出放弃抗辩权，就是咧等因的国防部。跟韩国、跟日本，包括跟菲律宾，伫遮个中国周边遮个沿海，吼，毋是沿海，就是遮个海域，做一寡军事联合演习，爱准备好。那美国嘛，那阿强啊，要起配兵，要拍，吼，美国都要准备好啊，吼。所以禁止暂时放弃抗辩权，吼。啊，联邦的最高法院伊嘛伫10月7日宣布。搁置本案待审，伊就是原来咧等行政部门吼，国务院啊、国防部，因伫外交上，还是伫军事部署上，哪拢准备好，这个案会搁提起审哈。OK， 好，啊，这个待审了讲说明，就是讲美国政府对本土台湾人64年来的诸多形势不再抗辩。表示完全确认，法院要求今后国务院就要哈，这个国务院要依法正确行事，这个依法就要依照《旧金山和平条约》的规定。哦，咱来登一个《旧金山合约》哈，《旧金山合约》是决定台湾的地位的一个上重要的国际条约哈。OK， 那么在咱林志祥秘书长控美案的中间，被告的律师这是国务院派出来的。律师 Peterson 哈，伊伫联邦法院捌答辩讲，美国无台湾的法律主权。啊，即句咱就爱来甲分拆看讲，是安怎伊会讲即句？因为旧金山合约，日本
政府放弃台湾，只是放弃台湾的管辖治理权。那么大日本帝国的天皇，伊拥有台湾的主权，所以，啊、因为台湾是大日本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这个主权袂当割让出去，所以伊敢放弃台湾的治理权。所以美国敢拥有台湾的管辖治理权，没有拥有法理主权，这是正确的。好、哦、，OK。那么台湾是伫1945年四月七，日本天皇下诏书，大日本的帝国在台湾实施，啊，这个诏书的形式哈、哦。那么当然，伫1937年起。日本就在台湾实施皇民化，哦，内地一统，就是讲台湾人的假清英拢爱学日本，哈、哦，啊，讲日本话，哈、哦，迄阵有迄个所谓国语家庭，哈、哦，恁这个家庭哪拢学拢讲日本话，我、哦、把你列入国语模范家庭，哦啊，伫税金无优待，哈、哦，啊，伫战争的时阵配给会优先配给予你。所以，伫1945年四月七，这个大日本帝国宪法在台湾实施，迄阵日本也在在台湾征兵，啊，这就是一个主权的象征，哈。啊，迄阵台湾人嘛有参政权甲参战权，征兵啊，啊，就了有参战权。你征兵就是完了，代表讲咱台湾人有效忠的对象，哦，咱的效忠对象就是大日本帝国的天皇。啊，这个台湾就依照国际法变成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这跟大清帝国一对辽东半岛同款，当初马关条约就是下关条约，割让台湾跟澎湖，包括辽东半岛嘛，挂好台湾。啊，但是因为三国干涉，或者苏联哈，啊，德国嗯三个国家向日本抗议，讲辽东半岛是大清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袂使割让，吼啊！所以尾啊，日本佫跟大清帝国佫签一个辽南返还的协定，佫把这块辽东半岛佫向予这个大清帝国，但是不割地就赔款，所以大清帝国佫开两千万两的贫苦银，赔予日本帝国，吼，日本天皇。那么蒋介石伊只是代理美军来占领台湾，这是一个国际委任关系。因为迄阵美国跟中华民国是同盟国，哦，这是国与国之间的一个国际委任关系呢。好、哦，啊，这里一定要去看《旧金山和平条约》咧，草拟迄个时阵，吉田茂哈、啊、日本的首相甲杜勒斯因的谈话哈。OK， 那么是安怎日本的东京的？全国新社内底，还阁供奉有39,100个台湾的英灵。哦，为啥咱这样看来讲，咱跟日本哈，还阁有关系？啊，这就是2011年，咱去日本东京靖国神社所翕的团体照。啊，啊，去年咱冇去哈，啊，今年咱年底往那边阁去。那么你为啥个看？中华民国因的军营啊，建制是唔拢系哩忠烈祠啊。那么这靖国神社的定义，大日本帝国的忠烈祠咁款。那替天皇建制的吼，拢会将甲伊英灵拢系伫这内底，和全日本的国民来祭拜。那么韩国伫1952年四月二八，旧金山和平条约成立了后。韩国就独立出去啊，吼、哦！因为韩国是一个属地，但是咱台湾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干那属地开会当伫战后会当独立，啊那像台湾这款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就袂当割让啊。啊，那么人因韩国独立了，因就甲因的。韩国的英灵拢请转，啊，咱现在无请转啊，因为咱是共国的啊，
咱就是日本国啊，大日本帝国，所以英灵啊，咱台湾呢39,100英灵都要个下里遐，吼、哦，啊，这英灵大部分拢是高沙族的较济，吼、哦。OK， 那么咱来看马关条约，伊所写的前言，过去咱咧读历史，拢干那读的马关条约，啊，拢无讲内容，吼、哦啊。那么这个内容整理起来就是讲。这是大清帝国的大皇帝，跟大日本帝国的大皇帝，两国的皇帝所签的。好、哦，那么皇帝无可能出兵嘛，所以就派大清派李鸿章，啊，日本是派这个总理伊藤博文，因出来签，但因出来签，这个土地是签给大日本帝国天皇，哈、哦。OK， 那么你注意看，以《马关条约》内容的第二条款内底，伊讲大清帝国将管理下面所讲的地方集权，吼、哦，遐个堡垒啦、军器、工厂，甲一切属公的物件，永远让日本即句你甲记起，永远都拼无形的嘛，吼、哦。所以中华民国还佫咧讲，即较早。这块土地是阮阿公的，哎，煞袂去讲因阿公都卖人去啊！哦，还搁咧讲较早是阮阿公的，这无理啦哈、哦。OK， 好、哦，当然这里内底有个讲台湾全岛甲附属各岛屿，这里附属各岛屿就包括钓鱼台，好、哦，还搁澎湖列岛，啊，澎湖列岛伊这有经纬度，伫这经纬度之间的诸岛屿。都拢永远让与日本 ，OK？ 啊，唔那安尼呢？第三条款讲，前款所在及连附本约之地图所为更改，爱等本约批准互换了换了后，两国爱去派两名官员以上，共同划定疆界为沿，哈、哦，就地踏干，确定划界，哈、哦。啊！你甲想咱普通民间的土地买卖，咱是毋是爱去地政事务所申请测量员来测量，啊来鉴界，来定界址，吼、哦、啊买卖双方爱确认签字。民间的细地土地咧分割咧买卖，都拢安尼啊，何况讲是一个国家的土地咧割让，吼、哦，这当然。爱做慎重的哈、哦、，OK。这个第五条款内底有讲，伫本落批准、本落批准互换了换哈，两、哦、年之内，日本准大清帝国领有的地方，就是讲咱这个所在的人民，你若要迁徙出去外口的哈、哦，你会当卖，把你所有的财产卖卖的，哈、哦，退去界外，就离开台湾偏哦。但是呢，满两年了后无迁徙走的，足以视为日本臣民。哈、哦，大日本帝国就加两年后，你还阁留伫台湾，这些人拢当作日本的臣民来甲你对待。OK， 你看，人起码有依照国际法和当时住伫台湾的人有两年的思考期，看你要继续留在这，互日本管，还是要离开。但是你甲想，蒋介石1945年10月25日来台湾了，差不多三个月。伫过年1946年1月12日，利用行政命令，把所有的台湾人拢规划为中华民国国民，拢无予咱许可机哦，哈。啊，所以伊违反国际法，所以美国甲英国因个外交部拢发电文抗议。讲台湾这块土地将来要安怎和平条约还未签，拢还未决定，你哪会再甲当地日本的台湾人变作中华民国这个国籍？哦，变更国籍，这违反国际法。好，啊，咱来比较讲有关台湾地位的国际条约、法律、宣言的位阶来做一个比较。相关的这两个啦，哦，马关条约。日本讲的这个下关条约嘛，啊，过来就真正个，这两个是国家对国家所签的国际条约，这两个位阶相关。
哦，啊，这是上近的哈。OK， 过来台北合约，啊，伊的母约是旧金山合约，但是这个台北合约伫日华合约一九，哇，这个日华合约伫一九七二年四号，是啊，因为日本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跟中华民国断交，所以台北合约伫一九七二年失效。啊，过来的美国台湾关系法。啊，这是美国国内话，这得搁较低啊，哈，位阶搁较低。上低就是这个开罗谎言，这是根本是一个谎言，因为这刚才是一个新闻公报，无法律的效应，哈。好，啊，咱陆家来做一个小结，就讲台湾真正国际地位是日本天皇所属，简称日属，美国君主占领。但是是流亡的中华民国来代理占领，哦，这是一个小节哈。OK， 好，过来，咱来看讲美国军事占领台湾的法律的依据甲迹象，因为足侪人拢讲，美国哪有来占领台湾，我拢无看到美军，哦。其实早期美军有入来，好，哦，然后。美军入来台湾，甲一寡迄阵迄个咱日本帝国军所掠起来遐战俘，有再去马尼拉吼，再去个苏比克湾个海军基地。但是咱过来检讨讲，麦克阿瑟一般命令第一号，这是美国个参谋联席会议，伊伫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由杜鲁门总统来核准。授权予麦克阿瑟将军伫一九四五年九月七日对日本的受降典礼迄天来发布命令，蒋介石代表盟军来接受台湾的日本军的投降，甲因缴械。哈，这个命令就是一个法律的依据。啊，因为美国是日本台湾的征服者，美国。才有权力来分配盟军，哦，你什么人去占什么所在，哦，譬如讲，就头拄仔讲的苏联军去占领中国的东北，包括北韩，哈，哦，那越南，哈，哦，伊就向法国加英国的盟军，哦，来投降。好，啊，过来，旧金山合约伫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八生效。啊！伊个第二条，美国日本放弃台湾甲澎湖，这是敢若放弃管辖治理权。第二十三条，伊确认美国对日本是主要占领全国的身份。当然，这包括这个讲的这个日本，包括日属的台湾嘛，吼。拄仔讲的拢是较属于法律性的哈。啊，这个对日合约所拟定是五国十一个同盟国协商了哈，啊，这拢是杜勒斯咧主导甲分配，杜勒斯是迄阵美国甲聘任伊咧专门来协商，跟其他的五十个国家来协商，这个杜勒斯尾啊做到美国的国务卿，啊，杜勒斯对咱台湾伫这个旧金山合约所拟定有留一寡，予咱台湾人。以后，哦，有机会，哦，做较好的选择啦，哈，啊。所以，咱秘书长有讲，那咱台湾民众若接政权，哦，要来起一条路来纪念杜勒斯，哈，哦。OK， 过来，咱来看《台湾关系法》伫一九七九年四月七十甲订立，但是伊追溯到一九七九年的一月一日生效。因为这个一九七九年的一月一日是中华民国、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啊，伊到四月才才个订立，所以爱追溯到迄刚生效，甲头拄仔讲的麦克阿瑟的一号命令来连接起来，哈 ，OK， 啊，这是美国的国内法，这是美国依照旧金山和平条，依靠权力甲义务来订立，哦，咱拢唔捌听来讲。有英国台湾管理法，也是法国台湾管理法，哦，拢无哈。干那美国有这个权利，伊会当带因国内来定一个国内法，叫做台湾管理法。
啊，因咧定的时，拢唔免跟咱台湾人参详，伊家己欢喜就定好啊，定好佫进行实施，嘛唔免跟咱台湾人参详。好、哦、，OK。那么台湾关系法内底第二条的 B 之六，佮 C 有规定讲，维持美国的能力，以保护台湾人的安全、佮人权、佮经济制度的稳定。啊，你啊想？维持美国这个能力，就是当然就是讲伊的军事武力啦。好，伊要维持有强烈的军事的武力，才会当保护台湾这块土地的人民的安全，包括人权、甲经济制度稳定。所以你若要甲台湾变作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美国就要出兵出来。这是美国主要占领全国的权利甲义务，好、哦，伊有权利毛迄个义务爱来保护台湾人哈、哦。OK， 咱来看讲，1996年台海危机，好、哦，迄阵就是彭明敏，民进党杀彭明敏，含谢长廷出来，啊，迄个国民党或者李登辉，好、哦。那么，迄阵李登辉咧讲两国论，阿强啊。足无欢喜去批评，哦，就发布海上封锁令，就给人干外海，甲高雄干外海，或者演习区咧试射飞弹。啊，美国惊擦枪走火，所以伊随派迄阵克林顿咧做美国总统，随派两架航空母舰，一架独立号，一架叫做尼米兹号的航空母舰，伫北台湾海域甲南台湾海域咧。介护台湾，好、哦，这就印证我头拄啊讲迄个台湾关系法。好、哦，美国伫台湾有发生危机的时阵，就爱出兵出来。哎，啊，这美国依照台湾关系法，才有这个权力来派兵。哈、哦，好、哦、，OK。过来，1980年，雷根总统对台有六项的保证。哈、哦，啊，这是迄阵。要跟阿强啊，美国要跟阿强啊签八一七公报进程所发布的。啊，你阿想是安怎？美国总统爱对台湾有六项的保证。啊，你内底是保证啥物话？吼，啊，咱来一个一个看。第一个就讲，美国无意思要就对台湾的军售设下杂志的日期，吼，就伊要卖你无期限的，要卖你啥物武器无期限的哈。美国未就对台湾的军售的议题，事先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商。好，啊，咱今麦来讲这个对台，这个台什么人？就是《台湾关系法》里底说下来，台湾治理当局。这个台湾治理当局不一定是中华民国，好、哦，因为以后伊咧有讲以及台湾 authorities， 以及用复数。就是讲，台湾治理当局可以有好几个，哈、哦，就是会当接替的，接替中华民国即马目前这个治理当局，哈、哦。所以即马咧讲的这個台，是咧讲台湾治理当局，哈、哦，唔是单纯拢讲啊咱台湾人要卖予咱台湾人，唔是哦，哈、哦。过、okay、来，美国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压力之下来停止对台湾的军售，哈、哦，过来美国未修改台湾的关系法，哈、哦，美国无意义要扮演台海两岸的中介者，美国未施压迫，和台湾甲中华人民共和国展开谈判，过来美国无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有主权的主张。中华民国常讲，台湾是伊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但是自从咱秘书长告美国，啊，美国判决出来了，阿强啊，即马就无咧讲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马拢改讲或者核心利益哈，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心利益。伊照国际法伊怎样讲？
台湾已经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贴啊离离啊哈。啊，咱从来毋捌听过讲有其他的国家对台湾有任何的保证甲承诺，吼、哦。这如果毋是讲美国跟台湾有密切关系，伊无可能提出这个保证，吼、哦。啊，这当然八七公报迄阵，美国要跟阿强啊签的是。台湾人迄阵足紧张，哦，包括遐中国人，因足惊讲哇，台湾是要过许美国出卖，因为较早国共内战的时候，哦，1949年迄阵，美国有一个对华白皮书，迄、那个对华白皮书一个出版了，国民党就兵败如山倒，规个士气拢瓦解，因为美国已经无要支持蒋介石这个政权，哈、哦，无支持中华民国。所以，迄、那个民心士气一个瓦解，所以兵败如山倒，连伊都撤退来到台湾。同款，这个八一七公报要签，完了迄个气温，迄阵台湾人有钱的拢一直办要移民，要移去美国，还是加拿大，还是澳洲，还是欧洲。哦，啊，迄阵蒋介石真紧张，赶紧派伊个特使，哦。去美国华盛顿了去游说，去要求雷根总统的团队爱对台湾讲一寡保证，来安搭台湾地区遮个民心。哈、哦，这个六项保证就是安尼来。哈、哦、，OK， 好来。伫2004年10月25日，前国务卿鲍威尔有讲，台湾毋是国家。这个鲍威尔就是迄阵。第一次波湾战争的指挥官，吼，后尾来做到美国的国务卿，吼。伊讲中华民国毋是国家，台湾嘛毋是国家，台湾无享有国家主权，吼。因为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内，啊，这句听起来怪怪吼。美国境外的国内，台湾是美国的境外，因为毋是的。在那个美国的本土里面，所以是境外，啊，但是他又用一个国内化、台湾关系化来在管，哦，这很特殊，这全世界的特例啦，哦，啊，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但是现在是台湾地理当局代理中，啊，这个台湾地理当局就是目前较早那个流亡的中华民国政府，啊，现在美国依据台湾关系法，拢袂使阁称呼中华民国啊，所以刚才讲讲台湾治理当局，所以美国今麦拢讲台湾，袂使讲中华民国哈。OK， 甚至美国的国务院嘛发布命令吼，予伊所有的驻外使馆讲，袂使跟目前这个台湾治理当局，就是较早前的中华民国这官员，伫正式的场合聚会哈出席。作为讲话还是开会，对。其实美国伊是一个长进人哈。台湾伫你当局的总统，无论是两蒋还是李登辉、阿扁啊，还是马英九，拢爱看美国的脸色哈。美国对台湾的伫你当局说三道四，啥物话拢爱美国讲的较有尊崇，美国说了算哈。啊，咱来看2000年5月20日。阿扁迄阵选到总统，五月在要就职，伊这个伊发布这个文告，讲四不一没有，这根本是和美国咧操控甲指导。好、哦，四不一没有，你甲想，全世界所有的国家所新选的总统要就职，伊若就职咧演讲，绝对讲我要做啥，我要做啥，我一定要做个好咱的。国民大家幸福快乐，吼啊！国家强个昌盛，都啊！咱阿扁也去哩爱讲，什么不能做，什么不哦，四不一没有，对不对？啊，咱来看，这个四不一没有，就是因为迄个美国操控指导。啊，咱来看伊个内容是啥？伊讲，伊不宣布台湾独立。第二个，两国论不入宪。第三，无要举行统独公投；第四，无要变更国歌；第五，无废统一
的纲领，还是沟通会的问题。当初我们这独派，好阿扁也选到，我欢喜，我爽，吼、哦。啊，拢咧等讲，吼、哦，啊，即摆伊起来是要讲啥？结果伊起来甲你讲师傅伊没有，啊，我们这独派拢倒向遐。无人做总统，讲起来拢讲讲。我不会做这個，不会做这個，不会做那個，安尼对吧？不，还是选一个放屁总统啊！啊，这唔做，那唔做，啊，不是要做啥？哦，啊，这最少的原因就是受美国操控指导，美国就给你画一个框架，就敢那迄孙悟空迄个紧箍咒安尼给你框掉了，让你袂当作怪。哦，所以阿扁啊，你来看。伊到伊第二任，伊无连任的这压力时，伊就想要行家己的路，无要听美国的四不一没有吧？迄阵伊第一任，跟小布希配合了足好诶，吼、哦！迄阵911事件了，啊，台湾跟小布希配合反恐，啊，配合了真好，所以小布希对足礼遇诶，伊要去中南美洲访问，调工互伊。不去纽约，你会记较早李登辉咧讲两国论，美国无欢喜，无爱互伊飞入美国的本土，干那互伊飞李登辉飞去夏威夷，对无？啊，李登辉做白爽诶，所以迄阵咧，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理事主席去甲拜访，去个飞机顶馆，李登辉伫飞机顶甲接见。你定位调工困穿困衫困裤甲接近，无穿正式的西装礼服，代表你定位咧抗议就对啊。但是你看阿扁啊，第一任会当由小布希甲安排去纽约，啊，伫纽约跟咱的代表见面吼，伫饭店外口握手见面安尼吼。但是到第二任阿扁也选到。哦，阿扁也要行家己的路啊！哦，就开始讲要讲台独，要公道，啊，这就踩到美国的红线。所以，伊要过去中南美洲访问的时，美国就甲安排，互伊飞去阿拉斯加的安哥拉兹，伊也互伊休困，互伊也加油，互阿扁也赶甲皮皮出。好、哦，迄就是调岗的，迄个招待。阿扁啊，要阁飞倒转来，美国连本土嘛不要停哦。阿扁啊，就飞去迄个中东遐去，飞去利比亚有无？你会记？哦，这迷航之旅有无？哎、啊，就是美国对阿扁啊，安尼横冲直撞，不被听话，哦，所以开始那个修理就对了哈、哦。所以，那无美国咧做中间人，其实。美国拢人报的一样啊，头前人的这个是台湾治理当局，就是中华民国。这个中华民国是美国咧操弄的哈，啊，伊操弄中华民国，啊，咱台湾人就衰小啊，哈，对不 ？OK， 好，啊，委任占领的授权书哈，1979年以前，美国承认流亡的中华民国，哈，虽然迄阵1971年中华民国蒋介石就希望踢出联合国。但是1979年，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好、哦、啊，所以美国官员制定《台湾关系法》来代替麦克阿瑟一般命令一号，好、哦，其本质为代理美国君主占领台湾的授权书，好、哦、，OK， 这是一脉相承的了，哈、哦、，OK， 伊即马改称台湾治理当局，袂使阁讲叫做中华民国，哈、哦。啊！但是流亡的中华民国，这流亡政府嘛是继续咧统治台湾，所以无论李登辉也好，陈水扁总统也好，因拢是流亡中华民国的总统，唔是台湾总统哦。这个咱来搞清楚，唔是台湾总统哦，哈、哦，迄是中华民国因所选的，拢叫做选到中华民国流亡的总统，因为台湾唔是国家，所以唔是台湾总统。好来，2008年，你切玉山四号政经并退，迄阵阿扁也邀请马英九，因为迄阵马英九已经调中华民国总统哈，但是马英九拒绝，
但是迄阵 AIT 的处长叫做杨淑丽哈，跟美军的官员已经坐这个云豹甲车，入去横山指挥所观察。这个横山指挥所是会使讲咱的最高的、最机密的指挥中心，哈。竟然一个 AIT 照讲是一个民间组织呢，伊的处长甲美军的官员。啊，照讲指挥所这个所在是足机密的所在，那会当予美算外国的人入去参观？顶下伊唔是上级指导单位，那会当予入去遐咧观察，敢若督军同款。哦，你演我看卖，你演习演我看卖，看演了好势袂？哦，这就是这个意思。伊是上级指导单位。好来。迄个美国下令涂销中华民国迄个国药、迄个国徽吼，诶，各式诶军事武器，咱看。这汉光演是去年诶四月份吼，你看伊这个本来遮拢有迄个大只个国药，哦，迄车轮牌国药拢糊掉去啊吼。啊，但是这种依稀可见呐吼，这叫依稀可见，包括直升机，这拢依稀可见，拢糊掉去。好，啊，因为美国国务院有讲。恐怖组织三要件，第一个不是国家，第二个有武器，第三在当地征兵。恐怖组织你来看，宾拉登，宾拉登不是国家，宾拉登有武器，宾拉登用伊的伊斯兰教义，吼回教的教义来吸引当地人来替伊，哦，做开打组织的成员，吼，做恐怖组织的成员。啊！你甲看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头拄啊，鲍威尔讲啊，中华民国唔是国家，中华民国佫有武器，即个武器佫美国卖伊个，吼、哦。啊！中华民国佫伫咱台湾即个所在，叫咱台湾人去做伊个兵。奇怪呢，占领地区个人照讲拢袂使做兵，免做兵啊。你讲是美军去占领琉球个时，啊，就去占领日本迄四大岛。敢有叫日本人去做美军？无啊！啊，美国去拍伊拉克，去甲伊拉克占领，敢有叫伊拉克的人来做美军？嘛无啊！因为恁是对立的，你叫伊来做美军，你发武器哦，伊都要杀美国的武器来拍你美军。我说这逻辑上袂通。但是伫台湾，中华民国叫咱去做兵，咱就戆戆去做。好、哦，咱跟中华民国是敌对的。当初咱的阿公阿妈跟中华民国是咧修战的，吼，啊叫咱去做兵，啊做兵就有效忠的问题啊。啊你若效忠中华民国，啊等于咱叛变咱的大日本帝国天皇，吼，这逻辑是错乱的，啊所以这是唔对的。啊所以因为咱必须得甲美国警告讲，你讲的恐怖组织三要件，中华民国拢都要符合，所以唔卡美国往惊着。赶紧头拄啊！这个叫中华民国这个 logo 拢爱糊掉，好、哦，就这原因。Okay. 好，啊，咱台湾朋友金门马祖加入 WTO 是美国跟咱道协作，用独立分离关税领域的名义加入去。啊，独立分离关税领域意涵是啥？就是占领地区，白称的对吧？好、哦，来，那阿扁也买下下任以前，捌刺下飞弹，引起美国的关切。哈、哦，这2011年的五月二六报哈、哦，啊，这上新的一个国防新闻哈、哦，防卫周刊讲报道，前总统陈水扁伫下任前的一两个月，捌下令刺下一个中程的飞弹，但是虽引起美方的关切。一名美国的国务院的官员，特别为美国来台湾的国防部来查证。诶，咱刺下一个飞弹呢，啊，太美国才紧张。啊，啊，这阵的国防部长是叫做蔡明宪，伊甲美方讲，美方对台湾的刺下飞弹感觉关切。美国的官员隔一礼拜就来到伊的办公室，问伊敢有刺下飞弹。蔡明宪回答讲。阮干那刺下尔，还袂正式宣战，吼、哦！啊，伊保证
讲咱台湾的飞弹，干那要用来防卫，而不是攻击。你看，咱得爱，咱做发展的武器，得爱共保证，讲人若无甲我拍，我袂去共拍，吼，干那要防卫尔。全世界都干那咱家己。讲啊，我著做一支刀啊！我这支刀啊是拍咧好看诶，尔要防卫尔，我无要共读。啊，即个你会当为遮看，就讲咱事事行行拢爱看美国诶面色，吼、哦。为遮来看，就遮迹象甲法律诶意义，代表讲咱是真正要美国军事占领，只是美军隐藏在背后。那么，咱过来看讲，受美国管制发展军事武器的国家有韩国、日本、台湾，诶，足趣味哦。这三个国家拢较早合作伙，叫做大日本帝国，对不对？啊，伊管制的内容有啥？咱来看，第一就是飞弹的射程。你看头拄啊，迄条。飞弹，咱中程飞弹迄种差不多1000公里到1500公里以上的飞弹。那么韩国、美国两年前干哪，会当予韩国的飞弹，因家己做的飞弹300公里，一直到去年，美国甲开放会会当做到800公里的飞弹。但是你800公里的飞弹，你干会当载500公斤的弹头，好、哦，啊你呐？要载1000公斤呢，伊敢若限制你会当做到500公里的射程，哦，你看连射程拢受控制，哈、哦。过来就是核武器的研制，啊、哦，你看这三个国家拢无核武器。迄阵中华民国的蒋介石偷偷啊咧研究核武，哦，迄阵有一个张献义事件有无？张献义叛逃事件，就是迄个中科院的核研所的副所长，伊是美国所吸收的 CIA 情报人员，潜伏伫中华民国内底，啊，迄个核武研究单位内底，伫迄阵发展到特别成功的时，伊把遐资料炸咧，吼，美国甲掩护相当的美国，美国随派人。来把中科院的核能研究所遐的核子研究的仪器设备弄个拆掉去，吼、哦！啊，有诶用岩头封起来。啊，你甲想，那一个国家的研究单位会当乎另外一个国家，话要拆就拆，话要用岩头封起来就封起来。啊，无美国来无爱去甲北韩的核子反应炉去甲拆拆甲封起来，那无爱去甲伊朗的核子。诶，这个设施往那个拆拆咧，个封起来，独独伊来台湾为所欲为，蒋经国可能唔敢反抗。好、哦，为遮看你就知影讲，美国甲是台湾的头家哈。过、哦、来，暂时的军事指挥权，你要看韩国，韩国即卖指挥官是韩国人哦，啊副指挥官是美国人。但是呐，韩战呐爆发，战争开始的时候，就换美国人起来做指挥官，好、哦，大概2011年迄阵，本来要美国要把暂时的指挥权要还予韩国，结果韩国迄阵发生一个什么，敢那蔚山舰有用迄、那个，敢那迄个鱼雷炸点的。买韩国个要求讲买，个严卡办嘞。那战争的时阵，也是你美军来做指挥官，吼、哦。啊，咱台湾同款嘞。你啊看即届，敢若头三个月前，屏东小琉球，迄只渔船啊，船长，迄菲律宾的公务船，拍死。马英九就建议开，就派军舰。派迄个基德舰要去遐护渔有无？
你唔知道有进行咱的统军有小突变，上顶悬挂的是美国国旗啊，啊，中华民国国旗挂伫中，代表什么意思？这军，这个军舰，中华民国的三军，嘛是美国咧管的啊，好、哦，包括咱伫新竹乐山的雷达基地哈，迄、哦、咱台湾人开税金开到要400亿，但是所做迄个雷达站。是美军咧使用，伊遐个所发射出个电波所找到个资料，你阿强啊，也是伫台海峡太平洋地区所有个情报，拢连接连接伊到美军太平洋司令部个手中。所以台湾个三军嘛是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咧控制，吼。咱做一下小姐，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了哈，一切拢依法行事啊。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美国总统受国会甲法院的监督，唔敢违法。所以台湾发生1996年的台海危机的时候，美国总统爱根据台湾关系法来保护台湾哈。国际社会拢了解台湾的真实的地位。啊，就敢那咱台湾人被蒙在鼓里了哈！啊，为咱头拄啊所讲的这种种迹象，美国一直咧管台湾，美军从无离开台湾，一直咧占领之当中啊。只是讲，即卖美军拢穿便服，哦，你讲像迄个伫雷达站遐人，拢穿便服，哦，啊，个一个便衣的美国人，哦，拢嘛是穿便服。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先予咱休困十分钟，哈、哦，啊，咱等下十分钟后，再过来继续。好，多谢，谢谢。请起立。起立。下课休困十分钟。